Xin chào các bạn, mình là Howard. Có phải bạn cũng học tiếng Hoa rất lâu rồi nên luôn cảm thấy mình không có tiến bộ gì, hoặc tốc độ học rất chậm, hay là cảm thấy những gì mình học không giống như những gì mà mình nghĩ? Hôm nay Howard sẽ chia sẻ với các bạn làm thế nào để học tiếng Hoa một cách nhanh và hiệu quả nha. Trước khi bắt đầu, hãy cho mình xin thật nhiều like nha. Như vậy YouTube sẽ chia sẻ video này đến nhiều người khác nữa nha. Ok, vậy chúng ta bắt đầu thôi.1. 设定目标和达成期限。你学中文的目的是什么呢？爱上了某个中国明星，喜欢看中文电视剧，喜欢听中文歌，准备去中国台湾留学，又或者只是学校要求通过HSK考试。无论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先清楚自己学中文的目的是什么，才可以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教材和知道自己需要学习到什么程度。 达到有效率的学习。那为什么要给目标设定一个期限呢？给目标设定期限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自己拖延。假如我的目标是考过HSK4，但如果我没有给自己制定期限，我可能就会花两年以上来做这件事情，甚至拖到最后就完全忘记了这个目标。当然，这个期限也是要合理的。 如果你设定一个目标是在一个月内要考过HSK4， 但是你现在连HSK1的程度都没有， 这种目标就是很不合理的。二，制定学习计划。有了目标之后，接着就是要制定学习计划，因为每个人的学习能力和能学习的时间都不一样， 要依照自己自身的能力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我们也可以透过制定学习计划来评估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不是合理的。假设我设定要花4个月学习完HSK4， 那就是平均一个月我要学习完一本课本。一本书大约有150页， 一个月大概有30天， 扣掉礼拜天不想工作，剩下26天， 也就是说一天我可能要学习6页。以我的学习能力来说，学习6页可能就会花掉我1个小时，当然包括了中间的休息时间。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不要和他人比较。有些人可能3个月就能考过HSK4， 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天赋，或是他们每天读书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和别人比较， 你很快就会被负面的情绪淹没而放弃。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如何让你的学习计划变得更有趣。许多人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放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传统的学习方式太无聊了。其实人是喜欢挑战和刺激的动物，一成不变的读书方式只会让学习变得更无趣。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是在读书， 那你的大脑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有压力，然后就放弃了。那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学习方式变得更有趣呢？你可以尝试在学习计划中穿插不同的技能学习。学习语言一般有听、说、读、写4个技能。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做听和说的练习，明天做读和写的练习，来创造不一样的学习感受。 如果你是喜欢看中文电视剧的人，你甚至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没有字幕的中文电视剧，记录下自己学习到了哪些单字、句子，利用转换不一样学习方式的方法，让你的学习过程变得更有趣、不无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刺激大脑，增加学习效率，那就是先考试再读书。你可能会吓到， ？为什么这次相反了呢？其实先考试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你可以更准确地确认自己的程度在哪里。假设你读过3个月的中文，但后来有1年没学了，你不太清楚现在自己的程度如何，这时候你就可以透过考试找出答案，并根据结果决定应该要从哪里开始学习，避免浪费时间， 重复学习已经学会的东西。第二个好处是，问题可以刺激大脑，让大脑更有学习的动力。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我问你，你猜猜看我几岁了呢？给大家3秒的时间想想。
答案是30岁。你猜对了吗？无论你答错或是答对都没有关系，这个测验只是为了让你明白，如果我直接告诉你我30岁了，你可能待会就忘了，但是我用问问题的方式刺激了你的大脑思考，让你对这个答案更有印象。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常说越喜欢问问题的学生学越快，这也是亚洲学生最欠缺的学习方式。思考之后，我会再做一集和大家分享如何有效地执行你做的学习计划。离开这支影片之前，请先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你学习中文的目标是什么，记得加上一个期限哦。如果你不想错过之后的影片，请记得订阅我们，打开小铃铛，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让你的学习变得更有效率。感恩盖板达森 video 国文感后来 ，new 盖板台 video 来热嗨能 when share like what's up 欢迎啊，我们下次见喽，拜拜。